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八音乐秀，我是听夏。野狼 Disco 这首歌最近别提有多火了，无数网友们都在翻唱和改编这首歌，就连很多明星也都被这首歌洗脑了。本期视频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罗志祥在短视频平台非常活跃，而且经常与粉丝互动。他跳的野狼 disco 的舞蹈非常受网友的欢迎。一向走沙雕路线的他，这次难得正经了一回。亚洲舞王的魅力果然名不虚传啊！来，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，走起！来，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，在你右边再画个龙。别停，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郭富城，左边右边摇摇头。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，指向闪耀的灯球。杨紫今年真的太火了，而且一直以来都非常接地气。她表演了野狼 disco 手势舞，很多网友都跟她合拍视频。虽然她自己也不知道画的是啥，但是小猴子就是这样被大家喜欢。左边画个中中，右边画个龙龙，不要对我凶凶，我的心会痛。近期陈伟霆和老舅合作了野狼 disco， 一时间就在网上又刷屏了。正宗岗位的野狼 disco 简直太好听了，很多人都说这是高级版的野狼 disco。 最后就一起来欣赏一下吧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心里的话我想要带你回家，在那深夜酒吧那段他是真是假。